110，把我送到那个青山，车打不到。110不是叫打击的地方。110，什么事情？没什么事情，我要去那个临安青山。没有是吧？对，没有。好好，我重打。110，你想办法帮我叫一下行不行？公安局派出所为人民服务，也要在我们的业务范围呀。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要恶意拨打骚扰110，为什么为人民服务？为什么不那个呢？不要穿制服。好，先跟我们回派出所去。